来啊，太太小姐们，大家赶快来买面包哦。我听到这个的时候不稀奇嘛，正在晾衣服。后来我听到一句关键，他说大家赶快来买，别人有的我们都有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。我赶快冲下楼问老板说，老板，你卖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有的？这个 point 很重要。他卖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来，给你一张名片，你只要在龙潭地区订蛋糕500块以上，你就可以给我们订蛋糕。我们都说，我说真的吗？给三大水你要兄弟哦，三大水是我们龙潭的边陲，光车程就要40分钟。他说，董姐呢，第二名哦，就是做服务你嘛。他说，现在人就要做服务，这是点啊。原来在我们龙潭第一银行门口的巷子开面包店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开面包工厂，他供应好多的龙潭园区工业园区的厂商，他还提供给叉叉公司做面包厂。行，所以你要做的是，你愿不愿意先当第一个傻瓜嘛？你愿不愿意多做付出服务嘛？在座有这么多成功企业的，我相信，如果你把任何一件事都是锱铢必较，对不起，你的事业恐怕做不起来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必须有什么企业精神啊，巴拉巴拉这些理论的东西，我就这样带过去，我们同学看一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待会要来讲我们的案例。